抓紧手移出，这个位置就是讲，迄个水抓就从浮出来就对啦。哦，当然，迄个要讲起来，迄个环境加迄个地点，迄应该是相当的的水的一个环境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伫迄个当中呢，哦，这个叫做哦，抓紧手移出，这个位置，不过因这个岸，这里中国代表啦，吼、哦，伊在广州。哦，人工就做个呀，这硬阿有，咱两个话一些不老的啦吼，咱比较有机会，啊有时间，咱来去看这个物件吼，哎，啊所以呢，这个位置来讲，迄个水就变成一个质，卖七归弯小啊弯一九小，来讲伊迄个卡贵嘞，吼、哦，迄个。腰膝啊，就是讲咱这个脚大规个啦吼，啊弯就弯，伊是从弯就是讲，伊迄个啊，迄个弯就是细意思，伊个细意思啊，伊这个形象就是细伊个衫就对了吼，伊是不会应该先来解释吼。来，咱继续来吼，不有一斤来礼拜，不有一斤来礼拜，方便。云空天，自西作人，自西作人。我这个啊，都哪来这啦吼？这不是一部分，这可能会啊，因为伊当个读的传话啦。把这段话内底当中，不是当时啦做回应内底所讲出来一段话的。但这部话，伊当出面内底可能较有争议，啊，但是伊当寄人内底啦吼，这段话，哦，这段。哦，你若看到这方面的电厂，要记得先注意，啊，这段的另外做一个介绍，安就对了吼、哦。不可以下传，啊，咱嘛交给他解释了吼。咱、哦、有南天的，咱有南天德国建大摩大师，咱有南天德国建大摩大师，上方便，上方便，速往东土。速往同土，我传大家摄正法安藏及增加力。我传大家摄正法安藏及增加力。建传六代，建传六代。吴小舟做客，吴小舟做客。逆起站立，逆起站立。方便往来，方便往来。愿见我师传来衣钵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师乃出世，师乃出世。出门，出门。上人功和事业，上人功和事业。愿现说，现说。书正识法，书正识法。逆起速看，逆起速看。便蒙蒙索，便蒙索。这段话呢，就是继续你后面这段吼，就讲伊伫南州会面，伊在写这个增加力的时阵，但是忽然有一个心来礼拜，跟有一个修行人来见南州，阿弥陀礼拜一直礼啦，温哦方便，伊就是这个人就是。名叫做名方便啦吼，方便啦，是西藏人，是四川的西部的人吼，叫做西藏，安尼对啦吼，伊这人，但是伊后壁这段的另外做一个解说啦吼，不过伊连咱一段的解说前，那小听得怪怪，不可能伊唱这段咱啦，叫咱朋友，咱。左于哦，这个左就讲过去，还是讲前，应该是讲在过去哦。伊南天德，南天德就是讲，伊这个啊，这啊印度南天德有北天德，有西天德，有南天德哦。南天德哦，啊南天德就是属达摩，达摩就是大师就对南天德过来嘛，过来打坐哦，我是这三年会。这个位的道修，啊，搁在咱东土嘛吼，有为道良武，啊，为道辛苦嘛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讲，
祖语，这个祖语的解说，就是讲过去，哦，我讲哇，迄日了，哦，你讲长老啊，我哇，迄日了，哦，安尼啦，哦，应该出位是，引申是安尼啦，伊南天殿见达摩大师啦，吼、哦，我去见了啊，咱大迄个达摩大师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是西多。叫做二十八大祖，啊，你中国啊，你讲中叫做初祖，叫做大老初祖啦吼。啊，因为俗方便，就是俗，就是迄个俗，就是富俗，迄个俗就是交代意思。方便就是把方便讲，啊，因为拄则来，不丢一千，哦，这个不丢一千来礼拜嘛，运方便就方便嘛吼，伊就是四川的西藏人嘛吼。啊！伊讲过去，伊南天殿见到达摩大师，俗方便，这个俗就是讲达摩大师把方便交代，安尼对啦。哦，这过去的意思吼、哦，所讲方土，就叫方便吼、哦，你较紧来到方土。咱中国这种俗叫做读唐嘛吼、哦，所以咱叫做唐人嘛，咱叫东朝东人啦吼，迄、哦那个唐朝的时阵啦吼。迄有阵早唐、中唐、元唐吼，我传大家说，即款跟从祖先家来啦吼。哦，所以讲来讲，有传的跟达摩大师，大家也有传迄个即款跟从祖先家来。我拄则你讲的就是三米一八的讲金家的，吼、哦，还有跟伊多罗僧旁边安头位，这个金家的，因中国因教学的贡献就是叫做。三一的主义啦，三一啦，吼、哦，的主义啦，这一就是传承会面的啦，的传承会面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电传第二代，如果因为伊把这个增加的哦，这块干种，这块干种就是讲啥物件，这块干种就是讲，要传这个心法，心性的法，哦，咱我有心法。哦，我有正法，咱从涅槃。哦，是相无相，不离不离，道法无相，互相毫无假象。哦，这句话就是讲这物件。啊，所以这句话当然我传大家识的正法咱从。哦，就是讲，这个当时恁佛陀，离这个到灵鹫山的时阵，出到大家识的这个正法咱从。而这个心法入增加咧，哦，已经传到伊第二代来啊，到当初第二代，但是离这个所在呢，无消就遮天，你去上面，甲讲话上面讲，啊，离这个遮天，消就观，离消就观，离遮天消就观，你去上面，你去啊呾拜见这个大祖辈啊，安尼对了吼，即句话是安尼解释，不过即句话人得两根咩？应该是唔会有那么差的，因为这较硬的这是伊的本文啦吼，啊，但是伊这难，这是伊，看那时候好像一件比较奇怪的迄个物件啦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用车啊，表示咱用这本书来，反正伊就是作细字，哦，作细字啊，做些说明安尼尔啦吼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啊，即款因为这部分就都比较来接的啦吼。方便观来啦吼，对，这个方便观来，观见我所传来因果啦吼。如果因为伊去见着咱当做会员的时阵，哦，伊就甲讲，啊，我着，哦，伊就来讲，啊，着过去咧，哦，我对人天爹，过去人天爹，啊，谈我大师，啊，上我方便，啊，所讲当初。啊！我传大家识个正法，即个心法啦吼，甲增加咧，即个大意啦吼，福建语啦。但是已经从啊第六代，啊，伊消酒，伊消酒，昨天做伫消酒，昨天关在内底啦，伫做个消酒关在内底啦，啊，到去哦去出站底啦吼，啊，方便往来，哦，我呾无少着遮尔啊大路程啦吼，特别来，关键我四川人讲。对，就是讲，我希望讲你下当我看到，哦，阮当时，阮哦，
这两个哦大开销，哦，把我们书传来这一段，受难出世，当然这个时阵当中啦吼，咱若做别，就兄弟兄弟因为这个大开销啊，把这个传来这个境界来给伊看啦吼，哦，这个受难出世的讲，一个一块两三两三就是代表。你俩哈，你俩初闻，对于你虽然来看了，确确实实，就是因为这件衫已经穿行到这个所在来，但是六祖慧能这个门，初闻就是讲六祖慧能这个门啊，上人讲好事业，这个上人啊，会对咱这个分别的一个尊称啊，我发请问，啊你是在做什么事业啊？哦，安尼就对了哈、哦，但是当中呢，因为迄、那个。这我我就是这个方面来讲啦吼，显缩，这个显缩就是讲什么物件了呢？这个显缩讲我专于咧做迄个哪呢？迄、那个咧念迄个叫念迄个咩念阿妈的啦吼，啊这念佛像的啦吼，还是咧念念迄个咱进步咱进步小的啦，咱念迄个咧用个米粉咧念吼，啊念迄个阿妈念迄个念佛作祟的。这点那也行，那有一个人哦，显缩就是一点点，那为当为是安尼用土，我安尼念念念念，那存啊那分哦，为用土念的啦哦。啊，伊这是应该显缩，就是应该不是用刻的啦。哦，伊那雕塑，哦，那应该就是差不多用刻的。啊，这显缩应该是用土，哦，还、啊、用那种物件去来做出来，也是用刻的哦。安尼啦吼，素净心观，逆喜速看，别妄想。所以讲，素净心的依足，哦，很正经的，很严肃的，很正经的啦吼。他讲，你去了解这个看下来，你了解生活看下来吼，啊，别妄想，妄想讲，唔知变哪，唔知变安怎，伊素交代出来。啊、我唔知边啊，梦熟就是讲梦就是讲迷梦嘛吼，啊熟就是我唔知边个去念啦吼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到底伊是从大师咧讲是咧讲对一个，讲对一个站子，就参照讲当时咱有感觉迄个心情，哦，迄个心情当中呢，伊是合作就解呾，哦，甲伊去迄两个谢修仪，哦，可以看嘛吼。但是心想的当中，就把写袂出来嘛。啊，你一惊为着啥？心情无定，想心无定，叫但心情叫你心无数叫进来嘛吼。但是因为伊写出来了后，伊嘛啊，家己无信心的吼。因为伊虽然文章看得袂歹，但是有建设无建设嘛，唔知呢。啊，所以大二就当大二，因为呢，迄个无做，诶，故事是了惊十三遍，为着要听这首曲。哦，迄、那个无做官，伊也惊十三遍，伊安那忐忑不安。忐忑不安就是我家己写手机，那门啊在书那开起来，开门看到我手机，那有见识，哇、哦，看到安那，哇、哦，安那我足欢喜吼。啊嘛，伊那日写出来那个无见识，啊我无在我理解当中吼，啊伊那真够想做事情不好，刚才讲规面拢无困难。我家己个梦想，咱忐忑不安啦。哦，啊，那当中记忆起了，谈话起了，咱，哦，迄个叫，迄个师长讲，我做啥讲？你只讲梦话尔，不讲梦来。你讲梦话尔啦，还不讲梦来啦？吼，刚才讲的你也不讲见性啦。哦，无上菩提了不可得，无上菩提是你跟啊，色受本性见入本性，好、哦。如无上观，无上菩提啊！是你跟他色有分心，变有分相，大家讲得对了没？不是心是菩提心，啊，心如明镜，乃是清净心变的。不是讲这表象。马达作为，他讲，达作为人听着那么重信心吗？那么咱心无不变相，哎，一个唔满意的分相，伊写伊那边道动啊念袂了，伊就咱只修无变相。伊唔是有咧学佛法咧，
伊当伊位迄个内底当中，他配合我位。哦，讲我嘛想要来是人阿谢谢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代表人，你也是谢什么谢什么？那迄个视频上分迄个代表人个，哦，你代表人，你谢什么？因在讲下下年又上上，啊上上年又无，就是今年只是无有点的做。啊，我讲你真是听真假的，你那电视里面来多我，等于慢慢听不着了。我哋不磨气，明年就会大，本来不会不不是明年啦。这讲出了，大家惊着，惊着了后，我做，先当年当当本年打不到的。用几撮化石压出来，要紧点啊！你变心，变心，变心，你变心搞不掉。一见我爱人已经出来，我的传承的人已经出来，我见我见你这句话传了出来，这个人不会保护，两边道理一条。所以贵气的时阵，你做你东调的时阵，你我搞一修来变成道心的这边了，那等于不掉了。你变心，你变心，你变心，你去发财，你发财，你发财。啊，那虽然那个我做那家的要变，你的那个米钱，你的米哦，真好个。我说啊，好久啊，好久啊，欠拍你。嘿嘿嘿嘿，那讲的讲这，那讲的拢讲啊，拢讲对伊的欠拍你。这个我已经习惯，已经我知这个物件，但是欠你搞平，所以一直做啊，可以欠你搞安尼样。对，你当台湾当中，伊装毒杀的，啊，七点头你讲啊，吊着装吃，听伊，然后伊就听我，我讲啊，我输，叫我三天，啊，对后尾后尾讲啊嘛，七点头你讲啊，讲啊，好，伊今日甲我讲，什么人？三天，伊就对后尾讲啊，就叫伊讲啊，什么人？啊，输啊，地主哦，迄个，啊，你唔是叫我来，哈哈，有没有贵啊？卡迄个、迄个窗帘就破了。哦，你说破就是，那种应无所住，以心居心啊，应无所住，以心居心啊，才进得。伊讲一切万法不离所相，何其出现本主清净，何其出现本主无相，何其出现不无生灭，何其出现不不动，何其出现良心万法，让对立，让一无所住对立，画面那么造啊！画面的这么难，为什么造不起呢？人要在视频上面先先录着，要造成故事先大家去看，是吧？这是蒙受，不用不知道要安怎做，这艺术的三个需求，艺术完了掉了哈，蒙受哈。把篮子给下来哈，啊，好，贵受业，贵受业。索求真相，索求真相，科科七寸，科科七寸，曲尽奇妙，曲尽奇妙，思巧万，思巧万，逆机该缩相，逆机该缩相，不该佛相，不该佛相，思思手磨方便定，思思手磨方便定，万。因为人天福德，因为人天福德，素乃一一修持，素乃一一修持，便诸分为三，便诸一分为三，便诸一分为三，一宿相，一披宿相，一披宿相，一自流。一主流，一用中各一地中，一用中各一地中。十年，十年，好的初一，好的初一。能莫出世诸其处，能莫出世诸其处。中见点物，中见点点物。哦，这里哪还算是刚才讲的哈？人对伊硬的部分，咱先来讲吼。
因为咱六祖庙叫这个方便吼，啊，你去把迄个塑像，你做一个你的专业迄个塑像，啊，做一个，其实啊吼，当圣人咧讲话，沿着出发点在骗啦吼，但是无了解咱六祖的对基是对其他的，哦，比如讲当时咱迄、那个。哦，这个都不得，告诉我的对机，哦，哎，因为，因为对机，这个外省做人呢，虽然你讲这个物件，但是你们因为讲这个物件以上的你，你们以上的论上呢，哪那么对机呢？但是因为当时人做，咋方便，以前做塑像、塑像的时候，你量你的，量你的像。用力量，用力量，用想。但是伊该讲，哦，甲伊去塑一个像来画，伊先来要甲讲起，伊是叫力量去物件。这个圣人，伊咧讲的话真是简单，人要甲讲起，讲起了咧，阿妈迄个伊个专业的。但是伊这个圣人，伊就讲的唔正，伊本来要把心话要传开，啊，叫啊，跟讲起，当时用到海书。拜人上书，哦，阿家人一块在上，因咧话拢开过来，迄句话话，迄人就一定拢敬对伊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阿你想讲当时诶一块遐遐话来，哦，啊，有哪记袂下？啊，袂下当中当然得着，咱无做咱达做迄个心法无可能。啊，因这方面嘛是因为有哪边来得着迄个哪？这个无上深深的妙法，但是因为其实伊的意境也无够，那伊一本那伊一方面来看，伊的意境也无够，所以对所有塑像、真相，迄、那个塑像、迄、那个白衣、迄个伊捏的迄个红啊，迄、那个人红啊，跟塑像已经迄个像，迄、那个真相，迄、那个像已经捏好势，伊的宽有七寸。足真奇妙，因为你了有七种办啦吼，就参照咱过去啦吼，咱若是迄个夜市啊，吼啊有足侪人吼，恁念迄个哪，恁念迄个红啊吼，啊吼，连刀砍连刀手啊，恁念了袂好，有滴当中吼，安尼发一个真水，吼啊囡仔就做爱买迄个物件的啦吼，应该是迄个塑像吼，啊所以因为伊个关有七寸。曲情奇妙，那要讲贡献这个方便，应该是要念这个行啊，这个塑像应该是非常专业，更何况伊是一部分专业。哦，所以因为曲情奇妙，曲情奇妙就讲，因为该曲、该碰的、该凹的、该闹的，拢总迄个线条啊，拢做到非常水就对了吼。但是当中呢，因为咱讲伊。小方案，迄、那个主性点来对当中，到唔介绍，主性点来对唔介绍，凡所有相，拢是，哦，拢是无实相的物件，所以方便无了解迄个实相的道理，所以我六祖咧讲的物件伊听无，所以呢，因伊就当沿着作水来看，数巧我讲，咱六祖慧眼甲看到伊这个。塑像了后，伊笑一下咯。面子该塑像，不该塑像。面子，你敢知影？咱该这个塑像，塑的是讲，这个红啊的迄个像，迄、那个性格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性格，你有法当捏啊足水的，你有一部分功夫。但是呢，你对伊的塑像你就无了解，甲你讲的心情发问你就无了解，所以伊这是先把它看。所以，迄个当中呢，因为既然迄个对机啦吼，一旦到未当的时阵啊，把伊生活存活，创了一万八啊，我阿两万当中，变啊，想变法都无可能。哦，阿姆那伊个当中，他迄个那做人讲，不该不想，迄个不想就是讲，你无改变你家己本性，你无改变你家己个性，你对你家己做啥物嘛，安尼对啦吼，叔叔。手无方便的，就讲书就是六祖大师啦吼，伊用伊个手摸，甲摸伊个头壳啦，
方便顶，方便的头壳顶就对啦吼。那上面咧关顶的意思，啊嘛，你咧个咧个迄个鼓励啦吼。我常常讲吼，咱先于那去咱我学校的环境啊吼，小朋友的，咱先于当中吼，安尼会家牵一个手，啊有阵时会家伊抱着顶个头，啊那囡仔过水有阵个摸一个头，哦，安前辈只咱就对学校。啊，对我学一个啊，一个关心，加一个爱，对我学一个啊，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关爱的心哈、啊。啊，手手就用手的用这个手，到某个方面点来关，因为人天堂，这个作用了哦，这个作用了。伊呢，手手方便点，伊是不会了。你已经得到不幸，安尼已经得到啥物件？已经得到一个做思维，嘛过一个感受。但是伊即句话讲的为啥？因为人天的福气，啥物叫做人天？天道、人道、阿修道、六位道、七圣道，这六道。啊，六道伊会当进到天道甲人道的结束，伊连阿罗汉伊都去。天安然就进不掉，像那个给你一扎是这个表象，他没有办法了解实相。你想当时你迄个佛经念了对，哦，当时迄个佛陀，当时要把伊的正法传给迄个叫做达摩，如来手有如莲花，摩这个摩的这个摩，摩弥勒菩萨，摩诃萨，弥勒。我非常的当佛灭时后无阿弥，你当何时佛法成佛？佛经本作这个位置，真相是伊真正未来的传承，这个最重要。所以伊家己讲出话，伊做事家己讲出话是伊家己讲什么？比如讲今日咱纠结的，你刚才家己讲宣布，哦。咱学校未来是余额性的负债的，这句话落去，因为所有余额性的学校，无对钱你袂使，你袂使无钱面对，像你无钱，因为宾馆的人把你付上来，付上来就是因为把你付输，你今日是未来后边付的，你未来负债的，这重要没有？哦，比如讲，咱今日去。这菜点的是，他过去菜包买，你单把它还能做下来，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前人提拔加持，他点的是，你看你当一进二十的人才，二十菜包买，二十的菜包买就掉了吼，刚啊多少人才，一进的都能点的，一进的都能回答，经过迄个加持过，经过迄个两年过。伊佛法的重点个重点是啥物？所以伊后壁伊个，伊只有挂一个号，伊只有挂一个符号，哦，伊只有挂一个，只有一个叹号。就是讲，你因为人天福个命，你过去，你一世人，你过去，伊无大，因为你是只在，哦，宿舍，你着当下念恁阿妈的，迄个模型，迄、那个形状的，你无目标来变现，无目标来变现。所以呢，你就是因为人才能好变，就是个所在。所以后边人家讲，书能依修持，你迄个当中，虽然书你这个方便顶，把伊无人天的好变，但是伊嘛是有那一领，伊个增加力啦吼，伊个增加力。书乃依依然而修持，边处就不离三。这就是来做一个，这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一个祝福，阿弥陀佛，这不是叫做传承，因为传承伊唔是安尼传承啊。所以呾做伊个讲出个，呾啥物人讲？哦，伊是一个，刚我做把呾做讲个嘛吼，伊是一个清官啊。逆魂传，逆魂传，
甲伊袂使传，甲伊袂使阁传伊落。哦，这是一个新闻啦吼。这毋是讲传伊就代表哦，伊今日就是去得着什么啦？迄伊是一个新闻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用这领、这领衫来啦，来互来互迄个哦，代表甲讲讲哦，收钱就讲好像一种报酬哦，一种迄就是那个哦啊，迄个哦啊。哦，迄、那个呾，那以前讲处理处理啦吼，啊嘛是那是一个哦，一个安尼对啦吼。编出伊分做三，第一就是批宿舍，第一就是分做三块，就批宿舍的伊个箱当中，迄、那个七寸的箱来批伊个宿舍。啊，第二就是自由，吼、哦，一块的自由，搁一块呢，中个一地方。这个宗就是咧讲啊，咱较早有烧个宗树个吼，宗树啊。你若是泰国诶，姨妈来有烧迄个宗油，宗油个吼，啊，树啊，大啊，那像那像榴莲，唔是榴莲啊，那像迄个哪呢？那像迄个叫椰子啊，啊，无椰子啊，宗梨树。伊咧一拍一拍按咧起咧宗油，啊，伊咧宗油烧去烧啊吼，伊要化烧个吼。迄个宗油，人要甲讲个叫做。以中油的毛皮，甲用包裹甲包起来，一点用这个一就是讲，甲掩埋，掩埋你土地的，掩埋土地的地吼，伊甲这两三分做三点，哦，一点用食盐，食盐个，长水个，长水多啦吼，我全宣素啦吼，就是讲咱今日个当中吼，日本的意思啦吼，后边注意。后边啊，得着处理啦吼，大母出世，主持遗书啦，重建建筑啦，我后得着处理啦，大母出世啦，我若得着这个伊在我出世的时阵啦，要住伫这个所在啦吼，伫这地所在要来重建建筑，要起一个庙寺，这个所在安尼啦吼，哎、嗯欸、啊，所以呢，因为。当然，这大会就是伊个这个啊个咱看到吼，就是这个啊个啊，这个啊个哦方便吼，啊，加点这个做平衡，这个方便哦，去既能做平衡，啊，是对答，啊，是相处的这大会，但这大会拢是方便一寡遐迄个啊个，因个过程啦吼。宋家有八年有请归光修定菩提啦吼，必依如上在高欢喜啊，依得啊结定啦吼。这段你在你咱读这段，那是无可能这段当时，你到底看，你读到了啦吼。不过你看完这个物件，这是参考参考啦吼。啊，因为既然为了做房间的方便啦，这可能是迄个，这可能较离，离我后后边下出来物件啦吼。啊，这当做参考啦吼，但是咱还是看些论文啦吼，安尼啦吼。啊，这是为咱打造房间，吼，一个七品，的这个啊，的这个后边吼。啊，后边都有一个最后啊，都有一个网友比较偏这个后边，那这后边这是修缮的哈，为你今天一定要成功的经验哈，啊，用的是这个一个时间差不多些哈，啊，另外我那兄弟都到我了哈，啊，大概啊好，那给他五分钟哈，他来休息哈。啊，电脑嘛，虽然讲啊，些寒啊嘛，嘛未少人，即两三四，啊，你看到是差不多，都是这里，你爱上阿些，爱上哦，那比如做环境保护这些啊，那所以这嘛时间长的吼，啊，对六个环境的迄个啊，迄个兴趣啊，吼，啊，当然，因为我想你讲的吼，经典的经验，咱来导导，咱去个潜入。哦，啊，头路比较轻哦，啊，人讲呐，老讲要注意啦，吼、哦，哦，迄、那个衫啊，迄、那个鞋啊，吼、哦，那大概恁咧出几千块互你食，你食了后，你拍个马子，马差不多，差不多差不多啦，吼、
唔过食到尾，迄个味若出来了后吼，你着真正迄个，你着真正迄个感受，你着迄个感受。啊，伊个发味，真味用发个发味，即毋是用语个咁简单。伊咧有豆包、豆包，安尼接受安尼个碰撞、碰撞。但咱自己会累积咱家己能量、家己个能量，有一个人当中，会叫做开悟。我比如讲，咱头啊早头开始个能量就咧讲。哦，咱和尚即话，读书会，我嘛听着咱和尚，就个咧同修，啊咧分享这个读书会内底，确实功德拢袂歹。哦，真正功德拢袂歹啦。哦，这是，啊，人讲呐，咱就是有咧学嘛。啊，你若无咧，你才讲物件出来，这种现实个物啊，做现实无就是无，啊有就是有。哦，安尼吼，啊所以我嘛很同意啦吼，嘛、哦、希望讲咱能继续努力。好、哦、啊，最好就能够给大家心情还是那个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赛结束。前三级功以前大悟空，再级功，三级功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铁盘师慈悲之功，昏大悟空，再级功，三级功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铁盘师慈悲之功，慈驾向无极阿母前三级功以前大悟空，再级功，三级功。持驾前人之功，诵驾护前人之功，诵驾铁盘师之功，昏道玉之功，再其功，三其功，持驾前人之功，诵驾护前人之功，诵驾铁盘师之功。好，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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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